契约嘅内容系咩？你真系好卑鄙！点解抛弃佢嗰阵唔执埋啲手尾，攞翻佢啲力量，或者杀咗佢都好，就系因为你唔顶唔掉，你都输你个。关于阿摩件事，我谂我哋都系分开行动啦。由今日开始，我搬去隔篱栋大楼。隔篱系学生会同文化部嘅活动室嚟。咁又点啊？你自己谂办法搞掂佢啦。阿毛，我以前都跟你说过的了，我不可以跟你一起。你根本就在讲大话，因为我知道 C2 你是很喜欢我的。多谢你阿毛，阿毛，阿毛，够了，好重啊！妹妹你快点，只听到一个把声就行了。没错，既然你只是听不到我的心声，只有我跟你单独相处，你才可以平静下来，那我就永远留在你身边。我就在你身边，所以你放心吧。师徒，我想要的东西就只有你，就只有你一个。我们不要理那个什么老老兽，只要你肯跟我一起的话。不要这样。